个未来都不一样，就像那 kiss kiss 亲吻脸颊的微笑。磕到了，爱的二八定律，杨幂徐凯好甜，女方沙发上主动抱抱撒娇，他街上主动吻上去，窗边更是遇到不勤。杨幂扑到徐凯，抱住他猛亲，用力过猛，亲到嘴都变形了，看得人脸红心跳，直呼这是我能免费看的吗？就目前的片段来看，杨幂是主动的哪一方，徐凯反倒有点像小奶狗。姐姐配奶狗，这个设定爱了爱了，期待电视剧早点播出，我们就可以整日整日的磕糖了。你说满花我笑死了。